男朋友，接下来啊，您再往我身边看，你看这几位老先生，那个个都跟小伙子似的。说你跟小伙子似的，说我跟小伙子似的。他是小伙子，对，您呢？我是小姑娘。哟，几位别忙别忙，魏文华老师啊，您刚才您说您是什么？小姑娘。不行，我得看看。看吧。您真是小姑娘。小姑娘。小姑娘她姥姥。嗨。姥姥好。别打岔了。咱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啊，拜年来了。原来您几位是组团来拜年的。对，嗯，我们几位都是老天津卫，这您熟悉，那么借此机会呢，我们给您拜个年。对，那我们也给老艺术家们拜年了。谢谢，过年好。但是我觉得既然是老艺术家，光送祝福还不够，观众朋友，咱是不是让他们亮亮绝活啊？您听观众的呼声。嗯，立山大哥啊，您还得第一位。还是我第一个啊。第一个，我第一个啊，谁让我年轻呢？对，祝福的啊，现编几句啊。嗯，打起这个竹板笑开颜，真高兴我是回到老家来过年。我的祖籍是天津宝坻县，我长在城里的北大关，当兵我走了天津卫，哎，这一晃都快50年了。我感谢呀，电视台邀我来看春晚，我这心里头激动了好几天。哦，一到天津，我当时可就傻了眼了。怎么样？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嘿，咱们天津，城市美，街道宽，海河夜景像童话里的伊甸园。嗯，我差点成了一个窃老感，我是看见什么都新鲜。咱们天津啊，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，对，外国人看了都眼馋，都想把这户口往这儿迁，怕来的晚了买房难。天津太有魅力了，我跟您说。猴年可是马上就要到了，我给咱们大家来拜年，一祝愿天津是越来越美丽，二祝愿呢，家家的这日子比蜜甜，三祝愿父老乡亲身体康健，祝大家咱们2016多赚钱，给大家拜年了啊！先来，谢谢，魏老师。立山说的可真好啊！说得好，他不如我唱得好。哦，请魏老师唱上一段。我唱上一段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唱的怎么样？啊，您得唱啊！我还没唱来呢，来唱一段。大年初一头一天，小了妹妹跪在了姐姐面前呐、大姐一见忙搀起呀，走上前拉一扇，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呐、还有一奶同胞，你拜的什么年俩猴嘿呀，就那个就起就还跳上了啊。刚才我们立山大哥和魏老师都讲完了啊，这时候该您亮绝活了。他们两个快板也好，唱的也好，但是我们还得实际点儿。怎么个实际呀、他这个过年呢，这团圆最好得是年三十的团圆饭。对，我想给父老乡亲们来顿很好的年夜饭，您看大家好不好啊？好，这是最实惠的。对，谢谢林老师。哎，什么年夜饭您说说。年夜饭呢，咱们不能够马上就吃菜啊，还是应该咱们得先上点水果，给大家上深州蜜桃。哦，好。沙仁葡萄、北山圆子苹果，河南烟梨，西山白梨，南口沙果，山西柿子，蚌埠石榴，河南大荸荠，海淀果藕，广东荔枝，山东米柑，福建陈子，南洋菠萝蜜，新疆哈密瓜，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。哎呀，这是咱们天津的特产，小了庄的萝卜，沙土味啊，晒梨呀、太好了！光吃水果啊，光吃水果通通气儿，完事儿再上全国有名的24道大菜。
多少道，李老师？24道。你听明白了？李老师说给咱上24道大菜，全国有名。我们实心眼，我们可就数着了。大伙要不欢迎，我就不说了啊！不能！您这美食家还真有架子啊！我卖点，再来点掌声！来。您说吧，我给您数着呢。全国有名的，全聚德的烤鸭子，哦，稻香村的红焖鸡，哦，生春阳的板鸭，普云斋的筒子鸡，同兴堂的糖醋鱼，至美斋的烧鱼头，至美楼的烩爪尖，丰泽园的糖莲子，汇丰堂的清蒸江米鸭子，新丰楼的狮子头，砂锅居的猪八样，汇贤居的炒肝，登营楼的华海参，天河玉的九转大肠，白魁烧羊肉。红河轩塔斯壁，两翼轩的锅烧半只，新玉楼炖牛肉，馅饼粥的包糊，晋阳楼过油肉，泰丰楼烩三鲜，薄景楼的全家福，北京六味斋的素杂拌儿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李老师，哎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李老师，哎，说的好是好，很精彩。哎，不过有个小遗憾啊，你刚才说是24道大菜，对吧？对，是24道。可是我们数着了，您就数了23道啊，不对吧？就差一道干，老朋友听见了吗？差一道吧，还得来个名菜，再来一道。咱们现在是天津，是差一道菜啊？哪道？天津味，咱大福来转碗嘎巴菜啊，嘎巴菜。谢谢李老师。哎，谢谢王老师。人家三位都亮完绝活了，该您亮亮绝活了。那当然了，打刚才我心里就激动了。你们说的那么好，唱那么好，尤其咱菜那么丰盛，那我也得要表现得好一点。我有心愿，这是什么吗？什么心愿？今年是猴年，我王梦贤是相声演员，我再说的相声您也可能就讲得那么回事了。我今天亮个什么绝活呢？我给大家变个魔术。太好了，技术不一定多好，但是我心情好。为什么？我变这东西是猴年的吉祥物。来，佳佳，你给帮个忙。哦，还你给帮个忙。来来，帮忙。来，这是个盘子，您帮忙。朋友们，我怎么变的这魔术？我这有一张纸，有个打火机，我把它点着了。为什么把纸点着了呢？这个寓意就证明火火腾腾，好吗？我开始点着纸，我这纸一着完，往这一搁，这个吉祥物就出现了。您信吗？您不信？当场练练啊！练不好您别笑话啊！开始了啊！您注意，走。着了。啊！真的是。快不快？太快了！你的眼快没我的手快，对不对？那位老先生说了，不是我变的，说是李家帮忙。我不是托，不是，您看错了，不是什么？这个李老师是旁边给我端这个道具盘子。你要不相信，这次我单变一回，您信吗？好不好？我单变，你不用帮忙了，好吗？我给您帮忙。不用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看了吗？我这有一个盒子，这个盒子呢是个空盒。你要不信的话，我给您亮亮好吗？我们看看是不是空的。您看啊，绝对是空盒啊，看。真的是空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空盒吧，看到吗？这空盒我把它关上。我说金丝猴，请来，多多的来。现在您再看，怎么着？来了，来了啊！您注意，走。哇，太可爱了，谢谢王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些可爱的金丝猴发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。谢谢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猴年大吉。